小狐狸一见帝君误终身，从此踏上追星路。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吗？为报恩奋不顾身，此次可是救命之恩呢。你救了我，你叫什么？本王来接你回家。这是怎么的？你不是不信我吗？两千年来却还是爱而不得。一切都已经结束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七点巨献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，7月3日起，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，八度空间全马首播。